心底，请你不要忘记我，请你不通忘记我。啊，七早八早，你是要带我去倒啦？哎呦，你莫问俺坐对我行就对啦，我恁囝呢？会跟你白起去哦？嘿，那别人我都不知啦，那你哦，歹讲哦。好，爸，你真无面子呢。好啦，本来是讲要一个 surprise， 啊，不过你遐尼祈祷了，先讲一挂，你平放一下。啊，经过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你唔讲你最近耳卡较大，啊，别人讲话咯，较细声就听无，对不？啊，我是你上幼儿的囝，所以啊，我找你来解决这个问题啦。哦哎呀哦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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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哦哦，真正呢，你们算起嘛是台湾之光呢哦。无啦。等一下哦，我身体阿公哦做一个听力检查，哦，可以算一台适合伊的助听器。哦，麻烦麻烦。OK， 好，等下。哎，等下。好，等一下哦，这个耳机内底有哦，会放声音。这个报告看起来哦，你的内容哦无什么问题。啊，咱年岁较大，难免有小可退化。但是照你的情形来讲哦，拢在正常范围以内，请你安心。哎呦，好加载哦，无错唔难。啊，若无吼，阮这个俱乐部，你敢头面我都听无哦。拜托个，我今日友好个高追，我带你来吃，哪有可能跟你头面？啊，你看起来恁爸囝感情真好呢。就是讲咩？你看，啊人头家哪安尼讲？吼，看你嘛够大只。因为拢牙根骨肥起来，超过啊六十岁以上，我建议啊一年啊一摆来阮家做听力检查。哦，阮家听力检查拢是免费哦，安尼较不会有压力。哦，再过咱家己哦，就是体贴咱的家里细碎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安尼哦，我等你拢带阮爸来遮检查一下。啊，你那是无用哦，咱当摆计程车过去接爸爸过来做检查哦。哦，服务车哦。是啊，这是咱应该做的啦。就是咯，咱在这里保护咱的这个听力，甲保护咱的这里健康有无？才会当听见美好。哎呀，安尼对啦，啊无，我若真正娶某生囝，你就听袂到恁孙哦，叫你阿公啊。哼，当然嘛好，当然，当你娶某生囝叫我阿公难啦。我有爱家的爱公，我就做完就完啦。对不对？别停了哦，要过石头要走，得来等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嘿。好，稍等一下哦，加我们几分资料。你带东西尝过看麦？好我唔免了解你，嘛无需要了解。好啦好啦，无安尼啦，我拜托你哦，你著看在我今仔天的友好，我等你回去，敢会使甲你参详一个代志。哦，天气还冷哦，就是安尼推推推推哦，这火炉才会通啦吼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遐济啦遐济啦。卖大哩，歹惊去哪里搞乱头啦！啊啦啦，有啥代志啦？老伟啊，算命讲哦，今年哦，我出大运呢。啊，你是不是有一寡西客，会使接来迎接无啦？我今年哦，想要家己出来创业做头家呢。你嘛得较实在呢，哈、啊！你想想遐有诶无诶，脚踏实地，好好找一下头路做啦。哎呦，你嘛较拜托诶。
我找头路，人拢嫌我伤老啦，啊无就是无学历啦，无证照啦。而且哦，你看我多济公司拢倒啊，炸工摇啊啦。哼，安尼你家己想敢做头家？所以讲啊，这个算命的讲哦，我一定要家己做头家，才会赚钱。我即卖梦想咧，就是哦，想要大头家小干，啊，凊彩咧签签的合约哦，安尼一两样咧来回呢。有啦，电视咧讲的啦，有梦上水啦。你嘛会使梦讲，你咧卖一挂歹东西啥，卖菜刀啦，卖电锅啦，较袂晓去梦个啊。老的啊！我这不是足认真咧邀请你来做我的公司的股东呢？你看啦，咱两个啦，一个董事长，一个大股东，安尼不要叫做赚钱发大财啊！发大财啊，发大财！你哦，去开发过好啦。啊，歹势，两位讲了啊，我是要来拜访爱家的阿公甲阿姑。你是？你好，我是世界集团的张元美。是不是爱家想无用，叫你过来对无？对啦对啦，我是爱家的朋友兼同事，今日特别来拜访阿公甲阿姑。去，门口请一排坐，泡茶讲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拍手回来，来，请你们这边。多谢你，请坐啦，请坐，请坐。阮家都拍手啦。好，迄地是阮爸的啦，这位李土龙先生啦，伊就是爱家阿公啦。啊，那我咧，我就是甲爱家感情上好、伊上敬佩的小舅舅啦吼，正正东东李正东。嘿，嘿嘿，哦，大多啦，阮爸咧问我讲，哦，最近哦，爱家是毋是无用的，就久无回来啊啦。啊，搁有啦，迄、那个温瑞德嘛，对迄个越南回来啊。阮爸哦，嘛得了讲着伊嘞，系啊，讲着迄个瑞德吼，啊一个讲去东南亚，讲一个去讲几落年拢无转来啦。迄较早吼，常常到阮爱家吼，啊转来只山顶啦，啊来地园佚佗佗行行咧啦。这个这个伊啦，我爱，我真爱。有啦有啦，你较早就讲过啊，若是这个瑞德你做孙囝婿，你嘛就欢喜的啦。哦，讲着这个瑞德哦，真正。阮爱家的代志哦，伊拢走第一。你看正常啊，爱家要跳了吼，伊无第二句话呢，随做跳落呢。啊，搁有一届啦，有人要欺负伊啦，去鸡卵甲啃啦，伊嘛是冲出去，啊，要甲保护呢。对啊，瑞德这个囡仔吼，实在真甘心，你好家的大温情人。啊，都讲啥物出国去啊，几落年，啊，我拢无看到人啊。那真正足好个啊！既然大家拢是家己人，阮公司啊，即马想要开发养生村，需要地方迄个土地。阿公，你讲想要卖？哦，卖俾我个地方了。啊，是啦。歹势啦，恁小心啦，迄是我个祖国啊，办我个，无可能卖啦。阿公，不要紧啊。啊，卡叔讲那是介绍个问题，咱以后再讲。张小姐吼，是。世界集团，我请教下，恁头家是不是叫做张进贤？是。是哦。嗯。较早伊伫遮换楼起一间别墅，我坦白甲你讲啦。较早伊就少想要买我一块地，我都无买着伊啊。无细个甲钱嘛，靠可怜。阿公，杨哥，你即马已经误会安尼，敢讲你搁要喊人辛苦咧种地？还是讲你若愿意甲土地卖好阮，饲狗开养生村，你嘛会当搬入去住哦，安尼敢是足好诶？我几岁啊？住养生村咯、啊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阿哥用撇撇的啦，无可能去住养生村啦，你免少想啦，上去。阿公。
歹势啦，啊，我爸就安尼啦，哎呦，较老啊啦，我头脑转袂过来。阿姑，阿请问你敢有法度家己做主？我当然有法度啊！我什么人？我是李振东嘞，我就是后迄个地方唯一的继承人，哪有法度？听起来阿姑就是一个足有远见的人，对无？恁家的环境哦，真正足好个嘞，空气好，而且搁这清幽个，真适合起养生村哦。阿卡斯讲，你若是有兴趣，我会当调资料来，互你看卖啊，敢好？哦，免，吼、哦，根据我侪年专业的判断哦，我感觉迄个土地啦，这个养生村哦，一定会趁钱对嘛？对，老人家的行李哦，足侪哦，包括食衣住行啊，安、尼听起来阿姑之前应该有做过行李对不？有啦，哪会无诶？我吼之前挂一回来卖咯，生意做够有够好。我当讲哦，就是生落来哦，就是要做生意啦。啊，不过后来啦，我就景气歹啊，我就想讲，好啦，啊暂时回来哦，就出林顾地方啦。哦，无怪阿姑听起来就是有一个气焰家的模样。要不过你即马伫厝内种地，敢会想过可惜啊？啊，阿姑，你敢有想要继续做生意？有啊，当然要继续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是暂时哦，欠资金啦。啊，无我早就是迄种啊，凊彩就一两亿来回大头家啊啦。哦，安尼就好，拄好，阮公司真正做生意，卡斯讲你若愿意把迄块地卖好阮，阮绝对要给你满意的介绍，而且呢，佮帮助地园的发展，安尼敢毋是两全其美？啊，不过足可惜的。阿公无想要卖土地，啊，真足可惜的。我先来去啊，阿婶。无啦，迄个刘小姐，刘小姐，我知影啦，恁做生意哦，来找阮参详啦。啊，不过迄个地你毋是登记我的名，啊，无我就早就答应你啊啦。是安尼哦，无阿久，我建议你，你会当先把土地过去你的名下，啊，因为即马土地介绍费收贵。不管你是要买卖还是赠予，税金拢袂收贵啊。假使讲你若把土地卖出去了后，再靠税金、市价，大部分的收益拢会去由政府收起哦。我安尼哦，哎呦，哇！啊，不过这法律相关的代志，我无啥了解咧，要安怎？这你免烦恼，阮公司有法律顾问，而且我买单家己啊。我咱找一个时间，才坐落好好讲。市教、土地代书、甲律师嘛拢会到现场，啊，你有啥物问题会当问因啊？哇，赵小姐，你这代志无解，就欠解哦。阿姑，啊，你之前有做过生意，应该知影，做生意得看准时机，快很准，才当趁钱，对不？对。哇，真正是哦，做工有保庇啊。老一片地方，那土地若真正卖出去哦，哇！阮全家伙啊，了拢平生过好日子啊，我嘛有资金，咪通做生意啊，对无？对，啊，那呢时间，我就传地址，啊，个时间给你，爱准时哦。先来去。好，顺行顺行。曹先生，您看起来进步很多哦。我叫什么名？阿玲。奶奶，你说秋蓉秋蓉，你表达的能力越来越好哎。我家有一份资料，是要让你回去认识啊。就参照我之前教你的教导练习。啊，王小姐，你资料给我啦，我会背起先练习。张先生，你是想要讲啥事？
行，我有请教医生啊啦，出院了后吼，该注意啥，爱做什么练习，我拢做清楚的，唔免阁请什么特别护士啦。哦，你三哥已经办好出院的手续啊，啥啊，恁阁伫遮？啊，我已经咧整理啊，阁十分钟就好啊。我连一分钟都无想要看到你，即马就马上甲我离开。那若无，我随叫警卫过来看人。你爱亚玲做你的特别护士，唔免啦。亚玲，敢有人讲你生做足像清秀的？哦。有啦，张先生捌讲过。你是不是看亚玲生作足像清秀的，所以你就对袂爽快？嗯，我之前敢若有听讲，你有要求要换护理师，是无？无啦，哪有这个代志？志成啊！啊，这王小姐吼，伊是病院的护理师，哪有法度去外口做什么私人护理师啦？无可能啦！无得卡，张志成就是无愿意你的陪伴，唔再希望亚玲去做伊特别护士。这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你真正足好笑的呢，拢这么侪年啊！你也是母未清楚，在伊破病这么脆弱的时阵，伊也是不爱你陪伴，你真正就是败的。不管别人怎看我，我拢会陪在志成的身躯边照顾伊。不过你看起来，敢那不是介受欢迎哦。既然病的人有需要，阮病院就会尽量合作。啊，虽然讲张志成你的要求无符合阮病院的规定，也毋过我大人有大量，我会当将亚玲借予你做你的护理师。也毋过，只会当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你爱甲亚玲还予我哦，因为即卖阮病院我就欠护理师的。亚玲，你过来。既然张志成都安尼需要，无你就先去家斗三工，病医到时阵嘛会予你补贴，安尼好不？我无同意。你是偌无自信啊！一个甲阮阿姊生做少生的护理师，你就会惊？敢讲阮阿姊的死甲你有关系？所以你心内有鬼。恁病院连病人都敢赶走啊？恁调用的护理师，我哪会答应？我即摆就来拿钱，马上离开。安怎？连看我你都唔敢看我？你是不是感觉就亏欠阮阿姊的？既然若是安尼，你就好好照顾迄两个后生，莫让迄个查某有机会欺负伊。遐若无，我这个做阿姨的，就会替阮阿姊维护伊的权益，袂让迄个查某人欺负伊，莫当作伊两个无妈妈。就会当欺负。啊，真正是水到有春嘞！我若是代志无办成啊。
我请人一帮饮酒已经开两万啦，这帮怪为着要跟人和解，我搁要想办法，一出五万，伊太人修理喙齿哇！啊，这条钱我到底是要哪样轩轩开嘴啦？姓洪，你来请轩轩了。亚丽，哎，是啊是啊，哎。哦，今仔日哦，因为天气足怪啦，所以我来看伊哦，有情绪无？你这样关心伊，一定真感动。啊，不过最近流感爆发，患者足侪，伊可能爱无闲到下晡。无聊啊，啊，不过别紧啊，真爱是唔惊等的，我用得等。那安尼，我先去无闲。亚丽，我想想收到一个代志啊。就是，我需要一笔钱，你敢会当借我？江湖救急啊！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这才怪我，我这人是上大的缺点哦，就是中义气啦。我有一个兄弟啊，伊被车撞到，即摆需要一笔钱来动手术，所以我一定要甲斗三工啊。需要偌济钱啊？其实不济啦，五万，八万，八万的救命钱。哦，那呢，伊是伫倒一间病院？其实哦，这无啥方便讲啦。啊，其实本底哦，我是想要问萱萱的啦，啊，不过萱萱在跟我迄个兄弟比下咧，所以哦，我今日哩会当拄着你啊。真正是天公伯爷安排的。阿姆哥，你是嫌金额太济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本底是十万的咧，我是真无简单，老先装两万出来。是讲你别知影哦，钱种物件搁赚得有啊，不过性命才是上重要的。我相信哦，你这做护理师应该上了解啊。你动手术的代志哦，伊绝对袂免拖的无？当然啊。所以，若是会当知影是倒一间病院，无定着会拄着是啥医生，就会当甲伊斗相共。医生毋是问题，钱才是问题。讲实在啦，我本地哦，嘛无是要向你开嘴的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想无办法啦。那呢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甲博文参详一下。哎，绝对袂用的。不过我知影，就等于是萱萱知影，萱萱绝对袂用知影这件代志，所以，我拜托你，你定要替我报销这个弊病，好不好？我真想要跟你斗相共，不过总是爱问好清楚。就算你不相信我，你嘛爱相信你好姊妹啊，萱萱。萱萱捌讲过啦，伊妈过身了。在这个世界，你上信任、上重要的人就是你啊！我搁排在你后边咧。而且哦，伊搁有讲啦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啊，你拢是上大的靠山。你敢袂当给我迄间病院的电话？我先打电话去问，要动什么手术？那呢，无你家会当用电报来处理。其实我这个兄弟真正足惊麻烦的，既然安尼哦，无紧啦，我还是家己想办法啦。喂，兄弟啊！哎呦，我即马跟你想办法总结啦。啊！你即马要出院，你即马一看你是要要出院啦。啊，万不然你若是抗出院，感染着啊，到时阵还可以截肢呢。啊！姓洪，无你伫遮等我一下，我去领纸条哩。亚丽，你真正是上善良的白衣天使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恁两个学创啥？无啦，我拄好要去找你啦，啊，拄着亚丽啦，多谢你，亚丽，啊，你上做你保养，好。啊！我就听我嫌嫌，
我想你的面是安怎？哪有伤啊？阿杜哦，哇！我看到一个高中生，你好霸凌，我看袂过，我要出手嘛。我喝汤是一打三的，啊，结果不是你受伤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我这个伤口会当叫做正义的伤口。哎呦，卖跟人冤家啦，我看卖。哦，我等下给你抹油啊。好啊。刘大哥，我有好消息要跟你讲哦。爸爸嘞，以前是妈妈等袂赴，先甲爸爸才得去出来啊。唔是讲好要等我做伙，唉，我阁会当先先甲伊讲，我甲曹如山的土地讲好的消息呢。张志贤出院啊，是无？好，那你叫亲戚部的人过来 VIP 的病房，甲我整理好清气，甲我用上强的消毒水。我无希望病房留下迄个人的任何痕迹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病人的家属，我来接阮爸爸回去的。恁爸爸？啊、哦，你就是张志祥，伫咧外口偷生迄个查某囝。你是谁啊？你讲话哪遐尔歹听？歹听就是歹听。你讲啥歹听啊？你讲我城州拢阿卖恁伤害啦！我都会得失着你。你卖廖总讲，你身份证顶悬有张志贤，互你做爸爸，你着真正当作家己是陈平小姐啊！讲到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私生女，而且，阁是一个未见小小三生的私生女。你到底是啥？你城州阿卖恁讲话伤害我的妈妈？我的妈妈都会支持着你啊！你是啥？做遐尼啊侪垃圾袋，搁惊人讲歹听话哦！我甲你讲，我是袁志甲袁勇的阿姨。安怎？我有资格啊吼！你的妈妈不但破坏阮阿姊的婚姻，而且搁陷害伊甲袁志。你竟然搁讲我讲话歹听，那恁恁也袂转去问恁妈妈，当初时伊的手段有寡尔啊卑鄙。代志毋是你所讲安尼，大哥甲二哥的妈妈是判病过身的，甲我妈妈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迄是恁妈妈讲的，从今以后，莫搁出现伫我的目睭前，较免搁我的目睭乌垃圾。妈明明受遐尼侪委屈，谁出阁要予人讲到遐尼啊歹听？总有一天，我爱予妈妈光明正大做张太太的身份，袂阁予别人欺负。原本代志这么简单，却因为你的反起反倒变到这么复杂，现在是在怪我。阿国，你收我的钱，得把代志办好，结果唔那无办好，现在又抓一堆代志，是要怪我？你最好讲会到做会到，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走。你来。总经理，下晡开养生村团队顾问会议可能要取消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有几个专家拢要退出这个专案。是不是阮瑞德出老婆？还是遐专家拢起价啊？好啊，拢来啊！偌济哦，我都付予伊啊。为滴即摆全世界哦，拢咧教我张元宏做对。总经理，你较冷静个啦，代志毋是你想安尼。
杨建筑师讲，伊看过咱的客户书，伊认为咱的动线规划有问题，有写 email 给你，要不你拢无回伊。啊，佮有李总经理，伊认为咱的水土保持计划不够完善，恐惊无法度通过环境评估。啊，是安怎有问题？我要直接靠我。动线规划、水土保持，啊，这客委书顶管拢写足清楚啊！啊，是安怎温瑞德摕这客委书，得让争取到这么侪教授甲专家支持？这是咱煞变作是这么侪问题啊！因为伊甲原本家己做的客委书，因会当足详细解说每一个规划的目的，啊，佮未来要安怎执行。啊，毋过咱只是copy比因的客委案。他们哪可能当完全了解？那恁你也想办法去问啊，去探听啊。何爱姐，你唔真巧吗？你着想办法去甲温瑞德师奶，该灌服罪去讨话。啊，你甲张月梅不是好朋友吗？我唔管你是要用苦肉计，还是偷拐抢骗，规定我无想要听到你甲我讲你做袂到。总经理，代志袂当安尼处理。何爱姐。你即马意思是想要把酒精烟看这個弊案输去啊？杜家需要受改动啊，是的。其实我意思是，只要客户案拢是人写的。嘛写个足清楚啊，就剩最后执行的细节，所以你是不是能想办法去探听看卖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消息？咱过来好好讨论，绝对会当找出一个上好的讲法，去说服遐专家。何姐，我真正足需要这个案件，我拜托姐搞斗三工好不？若是这个成功，所有的功劳拢是你的，我给你挂保证。阿姐，我就知影你绝对无问题。需要什么协助、什么资源，我一定全力给你支持。好，我知影。我收到啊，阁有一个人会当甲我斗三工。我对啊对啊，哈哈哈，爽啦！想袂到，当面拍哪凉啦！啊，佮话大细声，啊，你是物件出皮头尾来甲你骂？甚物拍哪凉？我咧练功，即款手游有够好耍。哼，我才唔相信有偌好耍。我甲你讲，即个是台湾第一出的通讯软体娱乐城手游，我加好友拍开就去直接耍啊！啊，我教你用哪来啦来啦。嗯。啊，你看。安尼，免另外下载，对无？方便佮安心。哎呀，真歹你无人骗的哈！我来讲人骗了，我只是较爱讲生笑尔尔。啊，你也无爱骗人吼，天就要落红雨啊！我来。Make a way！ 啊，我掉，快点，啦！你好，我看嘛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拄开始算无偌久哦，掉奖就过来解啊啦！
那是你运气好啊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？像你这种肉卡，啊，就是肉卡一定也比较厉害。我跟你讲，你是我生过上顺的手游啊啦。你现在加入好友，给我巨龙年新贴图。哎呀，啊，美女的龙年啊，我一直的有无？这么大心哦、喔！哎呀，啊，甲朋友在通讯的时阵哦，阿哥增加一个趣味，偌好诶！嗯，赞赞赞赞赞！我跟你讲，以后这内底哦，个水果你哦，还得陪你开讲，陪你做伙耍，偌赞诶！这么好耍哦、喔！哎呀，好哇，该耍，来来做伙啦！来来来来，今麦哥在看好友 PK 哦、喔，咱看 PK 看马上较厉害嘛！哦哇，像样像样！来来来来来来啊！哦，哦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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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你安尼变出来啊？送你啊！哦，哎，我感觉这招哦，等我来拍起来应该就有效的哦。假讲的，过去啊，我咧拍过也是上把哦，用这招拢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我来好配合。嗯，来，坐下来看这招。落去啊！哈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变魔术哦，除了手法爱熟练以外，上重要的就是你，你囡仔好目睭对袂着，啊，就会产生错觉，啊，大脑就骗自己相信。哦，敢那是安尼呢？嗯，我感觉吼，像迷茫同款啊，拢慢慢来嘛，来个足紧嘞。有时候我拢唔知影，敢是一个错觉呢？我是感觉你所谓迷茫，大部分拢是错觉。对无？这届哦，我感觉是真的，而且唔是我胡白乱想的，是真正出现伫我的眼前的，一定。哼，我无爱甲你讲呢，我即马甲你讲哦，到时阵哦，可能吐槽个变过啊。啊，不过，等我真正赚到钱哦，哎哦，就唔是什么几百万的代志，还是用伊来算的呢？你看，哎，又是几百万的几倍哈，哎哎，卖过遐含面啊啦，做人较实在啦。迄钱赚愈侪，就愈有可能是假。我过去专门去人画大饼的，这种哦骗人的步数我真了解啦。你唔通哦戆戆去用设计。奇怪呢，大家拢要搞看衰。唔是甲你看衰，是看你哦天真活泼又美丽，爷妈去找着你。嗯，吴先生。啊！你有朋友来找你，我先来走。我过来找我的金爸爸，佮惊讶鬼叫。嗯，吴先生，我想要正式甲你邀请来世界百货上班，做我的顾问。啊，是佮拄着甚物无法度处理的代志是嘛？吴先生，你看这个所在遮尔装卡，凭你的才华留你家是足讨债啊。所以我希望你当领金舒克者，我一个月予你一栋白庄。300万，一台车，啊，还有一个私人的助理，希望你当做我的军师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讲得这么清楚，我无欠钱，也无需要钱。起码我一天开无300块，卡出来家己煮，连50万免。少年的，别阁笑想我啦。我即马清心寡欲，闲云野鹤，过较自由自在啊！根本无想要等去过去迄种，逐天为钱咧拼性命的日子啊！吴先生，给解中破塞，解司机，就到这里开啊！我拢答应你。
这四个应该无问题。老师，你看，遮个就是你叫我找的颜料。颜志，你愈来愈好啊，颜色拢摕着安尼。嗯。老师，你干嘛？无，可能是去看到啊。袂使。老师，你还穿较济嘞？即摆寒流来啊，你衫还穿较厚嘞，尤其是你这种查某囡仔，脚手拢会冷起起，爱特别注意。我知影，多谢你呢。嗯。对啊。你好乖啊。对，这是礼物。哇，真好看呢！你什么时阵买的啊？不是买的啦，是我家己车的。你家己车的？嗯，我伫网络面顶学的啦，学足久啊，一直拆掉重来，已经失败四届哦。这是第五届成功的。颜色多谢你，快好我珍惜的。老师，你今日挂起来，阿伯无吼会挂着。好。来，唱。多谢。没。老师，你安尼弄嘞？看起来就够醉的，那是因为你的功劳啊。哎，刚才有人来呢，来开门。好，袁勇，李文，这水好啉。啊？你怎这时阵过来啊？那杯是李文老师的啦。我恁是安怎？你闲嘛？你心情不好是？来，这杯给你，老师。谢谢。我拄只去找吴汉光啊，真正给伊气死。汉光这人真好啊，那有可能气气着你啊？拄只，我来去找吴汉光，请伊甲斗相共，伊就是唔肯啊。李文，我问你啊，你对吴汉光有偌了解？你敢知影伊的弱点是啥？我之前伫个国外读册，甲汉光后生嘛不是讲介绍。我敢若知影伊就爱跋筊的，身躯顶下拢有扎一个金币。所以吴汉光就是一个一定爱跋赢的人。但是我之前听阮爸讲过，伊讲汉光后生对事业嘛不是真要紧，伊跋的就是一个刺激的感觉。钱对伊来讲嘛，不是讲真重要，而且伊输啊嘛会正输啊。所以我若是半夜伊，伊就甲我斗相共啊。但是我到即马拢还未听过汉光阿就输呢，伊就参像是一个天生赌徒啊。假使我若无约唔对，奖金应该是8万块。嘛是，进前一场比赛，伊比数还阁遮尔准，想要赢伊是无遮尔简单。那呢，你就卖甲伊博啊！你若想要伊斗三工，你就诚心诚意的甲伊拜托。张元志，你耳孔是毋是出问题啊？拄则我讲过啊。我有去向伊拜托，伊就是唔肯点头啊。那呢，就表示讲你无够诚心吗？假使诚心，会当感动着天，你头壳问题早就好起来啊。袁勇，不要紧啊，袁勇无歹意。假使这个吴汉光真正这么厉害，那是真正要赢伊，就纯一个办法啦。云勇，你是不是想要插赌？
只要莫让吴汉光知影就好。袂使，诈赌是不好的，袂当做。安尼风险上悬啊，袂用的。汉光啊，一保镖遐尔厉害，伊哪有可能唔知影你伫个诈赌？你来告是了伊上。我若无恁讲啊，我无诈赌，是要怎赢啊？袁勇，你莫对李文安尼大细声哦，家吓惊着哦。元志，不要紧，袁勇伊只是心情不好尔，莫怪伊。张元志，是安怎你要咧搞起啊？搞这么严重？你先回息咧。沈阿姨，你哪里来？小李白，真歹势啦，雄雄早来才找你，我应该先给你打电话啦。哦，没紧。其实阿姨，你今日有啥物代志，奈雄雄早来啊？哦，无啦，我就拄好伫附近办代志，才想讲直接给你看卖咧。哦，没有。沈阿姨。在家哦，吃多好，我准备跟你讲嘞，来，咱做伙吃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等一下。哎，哇，这手套真好看嘞！哎呀，我来跟他伫咧头壳看过啊。哦，这是我买给老师的啦。哦，哇，你安尼真用心哦，搁家己吃手套要送老师。对啊，我希望老师可以感受到温暖，对。哦，你对你老师这样好，我看你应该真感动哦。啊，是。哎，安那晒鬼啊？哎，还够人哦？无啊。哦，这晒鬼啊，拢袂当用啊啦，就我甲收收诶。哦。元志无咧穿西装啊，啊，这西装像个啊，我哪会敢那有印象捌看过啊？哎呦，是倒一个学生啊，袂记把外套放伫个遮。沈阿姨，来，请您坐。多谢你啦，哎，来来来，做伙食鸡卵糕啦。哦，我袂出这种口味哦，你看，看你爱食倒一种。多谢。阿姨，请讲。这陈雪云那袁弘照来啊，到底要比啥一把？我嘛感觉雪云阿姨怪怪，伊伫问我立委的代志，还佮有长寿村土地，我嘛唔知要问啥。连你嘛问啊？刚刚也是去怀疑啊，李伟，别玩乐啦！叫陈雪英，唔知哪里代志，伊在袂当做啥。元志，把你的嘴打起来，千万唔通把我甲李伟的代志讲出去，知无？元志看起来足介意江小姐，啊，不过佫无成男女朋友，啊，伊是真正歹势讲，也是咧替伊安看啥？一直感觉元志佮迄个江小姐足袂自然的，敢会是我去的时阵，其实遐佫有另外一个人伫的，啊，不过闭起来，安尼是啥啊？是安怎变安尼温暖我？不过，那件西装
我哪会跟他看相亲过啊？啊，是袁勇的失踪啦！哎，所以江小姐真正男朋友是袁勇。我哪会想说唔告我怎样？行啊，你想啥？啊，我就一直在想讲哦，以前唔知是谁，捌甲我讲过，讲哦，袁勇是女朋友，啊，恁爸爸敢那无啥介意，所以就分手啊。进前瑞德哥拄搭去越南的时阵，都讲过这件代志啊，你袂记得？啊，这么多年前的代志，我哪会记得啦？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就是瑞德哥伊甲伊爱家，二哥嘛有甲伊另外一个查某囡仔，要唔过来爸爸感觉伤悬啊，两个查某囡仔伊拢无介意，啊，所以二哥就选择分手啊。后来爸爸就甲世界百货总经理这个位置送给二哥，当作是奖品。啊，那是瑞德哥就是得到一张去东南亚的机票。一酥酥黏黏的小笼包来啊啦！啊，多谢你啦！我明仔你去买迄乌阿米烧好无啊？你哦，够大心的。嗯，找不到囝啊，较好哈。对哦，生你这查某囝上好，来。嗯，好吃。妈，你来想想的嘛，去啥代志啊？唉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迄袁勇应该无甲迄个女朋友分手。啊？你是不是知影啥？我的友，袁志画画老师应该都是袁勇的女朋友。这边好可怜啊，大哥伊遐尼啊单纯嘞。哎，唔对，就是因为伊是过单纯，才互人骗去。而且伊的嘴遐尼啊白，好无怪。特别甲伊问讲，迄个绘画老师的时阵，拢甲我讲，嗯，就温柔，就水的，啊，滴滴滴，哇哇哇的。啊，而且特别爸爸想要约迄个绘画老师回来厝里食饭的时阵啊，大哥啊，拢会讲，唔爱唔爱。哦，啊，那是安尼哦，我咧约都无唔对啊。那个画画老师丽文，伊就是袁勇的地下情人。绘画老师就是丽文，你们讲那也无证据啊？伊二哥迄个嘴哦，遐尼啊硬，是无可能承认的。其实袁勇吼，伊要甲啥交往是跟我无关系啦。啊，不过伊欺骗恁爸爸，安尼都袂用的啊。对啦，啊！你头拄毋是讲去草庐山看土地，啊，看了安怎？你敢有拄到地主？来，你坐咧。妈，我出马，你爱绝对放心。哎，听你安尼讲，是讲神啊，吼，算是有淡薄进步。啊，实在真够呢，愈来愈有才情。啊，这个进度我偷偷甲你讲，就是咧，一片山坡地上大的土地，就叫做。土龙茶园，我今仔日特别走去找迄个地主啊，因为土龙阿公啊，伊年岁就大呢，啊，伊后生李先生啊，伊就想讲，既然以后是伊继承的，所以今麦一切就是伊讲的准度算。我着介意要安怎办，这，特别以后咱收购土地了后，这土地增值，咱搁来付一大笔的税金。你实在真牛呢，想得真周到。今日你做啥嘛？有跟我联络啊？讲已经摕到土龙阿公的委托书跟印证证明啊，目前算是顺利。嗯，而且查某囝哦，真正是大汉了啦，啊，处理代志的能力够好诶。
的，他都啊哈，袁美公去草鹿山啊。草鹿山啥？草鹿山就好个啊，这摆咱一定爱赢，爱给二哥一个架势。你这种话，上万客未听到，伊上无爱人哦，做事是感情用事。伊家己毋是同款，一无欢喜就流放，当作家己是皇帝。你哦，搁敢甲恁爸爸吐槽？是因为无地，我才敢讲。对啦，长寿村迄块土地哦，我怀疑讲袂成啊。即摆所有地主哦，意见拢无同款，拢怀疑对方哦有摕到好处啊。我拄则去遐，因过咧乱咧。敢毋是你派人去破坏二哥的计划？是信宏大主大意，找对方出来吵，吵到尾啊，搁伫冤家。所以咱即摆最后的希望就是曹鹿山。阿姨，你也毋是为杨先生从一开始的客户案，我将电脑吼无啥方便，你也毋该转做是许随身碟好啊。我是要换一方法试看卖啊，那年咱两双土地哦就变侪啊。好，我来处理。多谢你。瑞德哥的意思是，长寿村的土地若是无退掉，伊甘愿改客位，嘛不爱用草鹿山。刚讲是因为迄是爱家引导，爱家在伊的心目中，敢真正遐尼啊重要？大家搞啥？搞啥？搞啥？文子啊，你今日伫倒？我替阮爸爸开车的时阵，拢是照伊的时间啊。伊拢是十点半出门的。企划部员工拢爱九点进前打卡上班的。也毋过，游泳甲我讲，无紧，我要几点上班拢会使哩。文子，你即马一定是替董事长开车的司机啊，对无？对啊。啊，你敢知道你现在在哪一个部门上班？企划部。来，我给你看。员工手册第一条，企划部员工上班时间为上午九点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在九点进前打卡上班，这样才能证明你有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公司。啊，还有以后在公司哦，袂当叫袁勇的名，爱叫总经理，知影无？对啦，在公司哦，爱叫我经理。私底下休困的时阵，安那叫拢会用啦。元子，爱认真哦，才会当学着物件，将来哦，才会当独立自主。你即马伫咧一个部门做工课，甲较早替董事长开车无共款啊！咱即马爱团队合作，做伙拍拼，做伙学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配合的。多谢经理，多谢爱家。原子真正无共款啊，愈来愈有查甫人的款哦。我嘛安尼感觉。而且啊，你即马愈来愈好讲话啊！你是不是偷偷啊交女朋友啊？不是交女朋友啦，是我家己喜欢啦。是谁啊？洪刚实在。阿姨人安怎？对你有好无？几岁？有水无？是做啥呀？你莫问我这么多问题啦，问我哦，面都红红啊！你妈在给我看。拍摄，拍摄。阿公，你弄着倒无？无啦，无啦，无。通常阿公，拍摄，结果无快啊。哈哈哈！我知啦。哎呦，你这样哪久哦？干啦，去往诈骗尔咧。诈骗？嘿。是去骗偌济钱？无啦，不是钱啦。就去甲阿公伊啥物身份证放假哩，叫我同阿去甲开啥物应该证明啦，就搁个小委托书啦。落尾是我听到垃圾哦咧讲诈骗集团，吼，我咧骗家咧，我才较紧来找你。补办一个身份证，那有遮复杂啦？我哪会知？他毋知是伊向诈骗，还是甲伊甲诈骗的？阿公，你敢有把证件弄给小舅舅？哎呦，但迄个故事你煞唔知，煞直直如无可以敢会煞的呢？头两阿公，莫紧张。我先打电话问小舅舅啦。
转移申请书，符合土地所有权状，符合双方身份证，符合印鉴，符合本台委托书，符合听说有效无？符合。彼得，我你是去办代志啊？啊，办啥？啊对，我想怎你问我要甲你讲呢？啊，咱即卖是室友，干免互相关心。暗顿干卖煮你饭？哦，免啦。我甲你讲，我顿下会真暗哦。哦，虽然哦，这比好样的路真歹行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我要行到位啊。哦，到时阵哦，卖轻视我啦，安尼吼。啊！你冲个泡兰卡村啦！哦，你向这边的哦，啊，清楚啦。手机仔一震动，你无感觉着？哦。哎，中啥啦？哎，小舅舅，你今仔人伫倒位？我伫咧草庐山啊。你为什么叫阿公去办什么应感证明，搁写什么委托书？起码诈骗集团就多，你唔通去用骗钱呢？哦，免烦恼啦。哦，跟你讲啦，来咧，我你正当人骗钱哦，我看天要落红花啦。哎，你做啥？应感啦？哎，你干安尼啦？哎，阿姐，你紧转来，恁正当要甲阿公的吼地方哦过户啦。阿姐，你甲我小舅舅过好点，我即马随转去。今日歹势啦，我今日需要请假，我先带阿公回去坐一坐。哦，你先去保养，哦，注意安全。阿公，行，好好好。阿公，这里。啊，我会当开车。哎，元志，你起码不是司机啊。来，先把员工手册看完，有问题来问我。来，哦。我撞上了，你要不要你？这爱倒，我是阻止你做唔对代志啦。你谁人要甲恁爸的土地过户？啊，前两暗唔是去地方斗三工过？你管是要创啥啦？啊，志鹏姐，你姓李呐哈？明天用我啦。袂用的，我报警咯。好啊，安尼哦，我就免家己抓啦。啊，得瑟起来！哦哦，我听啦，听啦。啊，安尼就好听。小丹，你就知影什么叫做疼。阿伯，你先等爱家，把这资料看了哦，才决定要处理这不好囝。但过为了身体好，我建议你莫到要这听较好啦。我一定要听。我听到是我唔将你俩到最后甲分三了吧？阿公，你敢有答应要甲土地过户给小舅舅？哪有可能？这不是真嘛？是等我死了后，这就是甲土地要准备买办的。身体要紧，咱先听看嘛，小舅舅要怎讲啊吼。哇！我讲过，我平时对你这么硬啊，你搞害！哼，这叫咩家门不幸啊？出家的心吃惊啊！少想要卖我的土地，我是想讲你几年啊，伫厝内咧甲我斗做斗拼，你也好，我用心去甲我经营，想袂到我要甲我卖土地哈。你啊，那个恁爸一片的苦心，你把我当作粪扫，话啥都啥你啦！爸，你嘛讲甲歹听好无啦？我嘛是为了咱将来来拍算啊！啊，你年岁就大，万不会难怎？啊，还土地嘛才好我，啊，若即马办哦，搁再省税金嘞。小舅舅，你食到这大，你的税金拢是阿公在替你来，你敢有留过钱？你讲话出来心碎，跟这三个字，敢无伤奇怪啊？你老实讲，为什么偷偷替阿公的土地办过户？我，好啦好啦，你看，伊拢讲到安尼啊，敢若无随意办过户，我后悔一世人同款。
所以我就偷偷一办。啊，哥哦，伊个讲哦，我若是甲只厝边隔壁摕着迄个合作意向书哦，我会使提 commission， 是毋是足好诶？好啦，哎呦，爸，我都几岁了，搁甲我拍当做囡仔呢？哈，就是要激化你的情绪无啦哈？一尴尬，几岁啊？干那想遐有靠无顺，想我提这个烂黄金来后，你去有无啊？我早就甲你讲啊，地黄都无要卖，你啥啦？臭鱼人无听着哟，还是无将恁这老爸看作眼烂？我阿公，你莫生气啊！小舅舅就是个性伤单纯啊，唔知安尼就去有人骗去。无咯无咯，嘿，爱食。你阿讲哦，有欠公道哦，嘛是这个啊！你看，这来找我啊，世界集团恁公司无？这个张元美，伊讲伊是你好朋友呢，对不？啊，我叫做甲信啊。嗯，爱等说不跟恁讲，伊来找我甲阿公伊。阿公。我这文件哦，你收好，我先来把代志问个清楚，等我回来。这么少年人啊，才几岁，就开始学养学傲博了。喂，要去创啥啦？你到位。我知。妈，妈，讲叫我老爸啊，我无你这个不老囝。阿姐，你也得。嗯。不用。我俩阵你足无用的，竟然即摆有心情耍啥物跌跌乐。丽文啊，你也陪伊耍啦。阿姐吼对这个佚佗物仔无兴趣。阿姐，你别安尼啦，云勇嘛等你真久安尼。吴先生，我是要跟你博。我唔是挨讲过啊，我应该叫啊。啊，你才几岁啊？啊，记忆这么歹？好，卖博，非得我嘛博袂赢你这个金球机。咱就来耍一个有赢有输的游戏，就是这叠叠乐。你若是倒去，你就爱跟我斗三工；我若是先倒，我家己来对付陈雪英的母仔囝。咋管？无你是阿当作三岁囡仔是嘛？安怎听对我拢无好处啊？吴先生，我给你钱无爱，给你利益你嘛无爱，我到底安怎做，你才愿意跟我斗三工啊？啊！你唔是要耍？先来替爱家个郑东探听张元美因到底想要创啥？竟然你少想草落山。虽然你甲张元美无讲介亲，也毋过定听元志你讲起呢。张元之哪会知影啦？迄张元美哦，上高生奶啦。阮爸有当阵哦，卖听伊的话。阿若无是安怎，伊即马会当来世界百货上班啊？所以讲，伊心机就重的哦。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应该真熬过身啦，至少啊，伊比你较巧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人伊哦，佫会晓嫁啦，啊，你连嫁都学袂晓啦，佫想要替恁爸手雕家业的？丽文，连你要搞我笑？无啦。阿姐，原因是因为伊个性较直接，所以才安尼啊。
你是爹爹了哦，不然我已经就。站住！输赢天注定啊，看较开的啊，吴先生，那我呢啊？拄只我强妹赢，是张元志读到的。莫啊，对元志大细声啦，无得看哦，伊是你人生的菩萨啦。看在元志面子上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说服我。你不是调岗的对吧？我不是调岗的。嗯，怎样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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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样？张子，我怎？袁勇，元志不是调岗的，你妈向你阿大嫂给伊去拜托。你搞我啥个病啊？有乱行就接乱行。我即摆好土地的代志，不敢乱七八糟，可无人当问。袁勇，你对全部听汉光阿姐甲你讲啊。伊讲要给你一次机会啊，敢袂记得？又该当安怎？这就表示汉光阿姐最介意元志诶。顶摆伊来遮，搁炸点钱哦，给元志食呢，连我拢无。我还在斗三工，我连我家己去拢唔知会当创啥，带伊去是当做啥？无得看汉光阿姐，就是想要考验你的耐心。奶奶，你即个什么代志拢莫做，你着心心心意去甲伊拜托，去感动伊就好啊。我就是做袂到啦。你做袂到，我会晓。这弟弟了，我最厉害。袁勇。你安静落来，好好想看卖，莫嫌遐激动。元志，乖乖地上。好。多谢。吴大叔啊。小等我的客户吼，土地过户办好势，伊就会过来啊。啊，坐落来，就麻烦你哦。无问题啦。妈，等下李先生来，咱得会用先签土地出售意向书啊吼。伊若愿意先签吼，安尼上好啊啦。一定会。伊拢听我的话去过户啊，所以我一定爱让伊把这个意向书签落来。咱得会当得到上大笔的土地，而且阁会当用这个意向书去参加备案。嗯。袁美啊，祝你毕业吼，就爹爹妈妈身躯边学较真嘛，你的表现真正愈来愈好啊！哦，李先生来，我去开门。阿姐，你奶奶，是你去找阮小舅舅啊？哦，李先生是你的小舅舅。你不是跟阿姑讲你跟我是好朋友？哦，我煞袂记哩啊！迄天，阮在开讲讲足侪代志，我向向袂记哩。阮阿公明明就甲你讲，伊无要卖地园迄块地，你竟然去叫阮小舅舅，我问阮阿公偷偷去办土地过户。我只是提醒伊的，假使讲伊是唯一的继承人，那呢，伊会当想办法继承。我不叫伊去用骗的啊！是安怎啦？是有啥物问题啊？阮小舅舅也袂过来啊。吴大叔，我林刚这个有啦，哈。不行，你过来。我知恁甲总经理为了杨生村的 case 伫咧竞争，也毋过不管如何，恁拢袂当有这种小人部署啊。安尼讲，实在无公平啊！是恁小舅舅讲会当甲因爸爸参详，我不强迫伊，我要甲伊斗三工。
我替伊找代书甲律师，佮提醒伊看是要安怎解释，还佮有要安怎签合约，对伊才是上有利的。我是替伊说笑。张元美，你这么巧的人，你跟阮小姐姐接触过，你敢看袂出伊有偌单纯？你安怎讲，伊就照你讲的话去做，你根本就是在利用伊的弱点吗？你莫侮辱我，我嘛希望是我误会你，因为我是真正把你当作是我的好朋友。非得我的所作所为拢无犯法，假使讲你有任何问题，会当倒去问你的小舅舅，还是请你的小舅舅来跟我对质。你是冤家哦！恁即摆应该注意，拍到草落山去还是无？只是在考虑尔。要唔过张元美为着要按阮阿公订迄块土地，竟然骗阮小舅舅去偷偷办土地过户。我无，我前年我有去找过李先生，要唔过我是去问伊，是唔是要卖土地？伊讲伊要卖。产权的问题，伊家己会处理。你搁咧讲白菜，我真正无。胡小姐啊，我常常听我查某囝咧侮辱你啦，我讲你吼真巧，搁真好处理代志，互我对你嘛感觉真欣赏。啊是讲今日，你安尼一入门就一直甲责备，啊嘛无带你先生来，大家做伙当面甲代志讲无清楚。啊，就敢那靠你家己单方面安尼一直咧甲讲，啊，讲到安尼，你伤害伊，安尼敢好？为着这件代志，阮小舅舅跟我阿公拆破面，这对人敢不是伤害？恁是安尼咧做生理的哦？你真正是愈讲愈超过啊！都甲你讲，这件不是我的代志。我相信袁妹。阮小舅舅的个性你嘛知影，那不是乱家煽动家的高价，伊敢讲去动阿公的物件？这几年当阿妈，阮两人做事，伊做人真正直，应该是袂做这种代志，可能是你不对啊。所以你唔相信我讲的话？比起一个来无守信用的人，我较相信你。阿像是一个社会部分的人，伊安尼讲，一定会原因嘛。你怎个代志，讲我清楚。财产呐，古在讲，怎么要做一好野人啊？啊，好你家在，有汉公家的车，啊那无哦，咱家的财产拢去了了啊。爸啊，我都想讲哦，就这机会咱得啊，要看啦。啊，你拢食到这岁啊，大家拢要徛在东华外地头去地方做事。到时辛苦伊啦，我甲这土地卖卖，大家较好过啊。爸，我嘛是为着这个家在设想啊，三无想要做一个好野人啦。做好野人，好啊。你若正正当当好脚好手，要去赚，赚的好业去赚啊。哦，爸，你无想要抱孙伊啦？啊，我哩无钱，我立正当什么拢好啊？你看，
搁缘投啦，哦，啊搁出息啦，啊你无钱娶某啊？我跟你讲啦，我若真正有钱哦，你啊做一款新妇，我拢娶倒来跟你友好，你好无？我唔敢相信啦，有你这个富老公的哦，我都气鬼半条命啊！今嘛若搁加一个戆孙出来，安尼啊话，我规气来西天见恁老母。我跟你讲，对今嘛开始。你户口要迁去倒位，你爱迁倒位，你就做你去迁去倒位过户哦。我无认定你这个后生。哎呦，爸！等下，咱这个田无到最后了哦，这不是你的厝。你若正卡甲恁爸打住，恁爸正卡就甲你告我等，倒卡打住来，倒卡我就甲你告去。哎呦，爸！你这个话莫伫生气啦，定生气对身体无好啦。啊，无安尼啦。我归你家啦，啊，让你安尼拍两个意思意思啊，安尼准独耍好无？哼，歹势哈，你问啥？我咧拍是拍阮囝，嫁是我的后生，你外人，我凭啥要拍你？吃他妈的！哎呦，爸！在我的烦恼讲，因向骗，反倒转吼，我家己才真正去互因骗伊的人啦。枉费啊，真了然，饲了四个狗布丁，拢怪我袂晓教囝，才互家己生去互设计去。我实在受够皮啊，家底啊拢同款，干来会晓互我烦恼尔啦。爸，爸，哎呦，你莫生气啊啦！我就知影我做唔对啦，你原谅我好无啦？哎呦，我嘛是为了这个家好啊，以后咱的子孙哦，够足辛苦的呢。爸，惨啊！这老阿真正生气啊！但雷公啊哦，敢若要落雨呢？你敢要先看我伫只阿好伊啦？爸，真正要落雨啦！好啦，爸，我知影，我真不好做你失望啊啦，歹势啦，我真正知我唔对啊啦，我找你以后袂够你消贪你的地方啦，我唔讲我袂晓收好无？你拜托咪安尼啦！你真正要阿好？好，那安尼哦。我就真正来阿芳吼，看这雨水哦，敢会使甲我做落洗好枪无啦？来啊、哦！好啊好啊，莫搁演啦，搬倒一出。阿姐，哦，紧来紧来，你哦甲阿公讲几句好话啦，伊足生气啦，叫我户口签出去啦。你用心啦。我嘛一定交代阮爸爸，莫让你把户口哦迁来阮家啦。哎呀，连恁拢来跟我对台呢。小舅舅，虽然讲你无啥物出头，也毋过至少我当真骄傲。我阿姑是一个善良又搁正直的人，迄块地是阿公一世人的身份呢。你哪拢听了凊彩讲几句就要甲伊卖掉？而且你搁无甲阮任何人参详。你讲阮爸爸会去下港找厂商要讲挂号的代志，就准拄煞。你有汉光阿姐会当吗？你嘛会当敲电话给我，要唔过你说啥物拢无做？我若真正甲恁讲啊，恁就骂我白啊！既然你拢知影，阮会反对，佮超过白讲，这就是欺骗。我真正最失望的呢。我吃。阿公，我是爱家，敢袂当让我入去？阿公。你这先生，逆上！你叫唔着门去啊？这不是恁家，你去包伊叫啊？
公，莫生气啊啦！啊，家在这边哦，咱无啥物损失，就当作吼，小小舅舅一个架势啊。架势，爱架势几十摆才会争取。唉，反倒在搬厝做在提心吊胆咧过日子，唔知当时哦，这个死囡仔搁倒转来甲我偷摕这餐两厝过去未？阿公，你敢相信我？哎呦，阿公一定是相信你的，我敢去相信你的不好主意哦。阿是啊，其实讲吼，你这几年来，阿公是伤感。看你安尼这几年来安尼，为着两个家庭，阿公都啊去安尼安养院去照顾你的昏迷不醒的老母。三不五时啊，搁倒转来山顶看阿公，实在吼有够甘心的啦。阿公，迄拢是我应该做的啊。我是咧想讲，你遐土地权怎个应该，敢要先放伫我遮，互我替你保管。我一定哦，甲你新买的土地租掉咧。土地交予你吼，我是放心啦。地就是咱的根，有根伫的，才有咱伫的。土地若无根，就是无根，咱逐项都无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这片土地是咱的根，我一定好好守护着的。讲吼，有财团要来咱草庐山食买地这件代志，当然嘛有听过。啊，只是讲吼，唔知要买倒一块地啦。嘿，啊，唔知要出啥物计策予咱吼。这计策若出了足好诶，一届就好变好个，哎，咱绝对赞成啦。哈哈哈！哎，哎，柯老板。哎，你拢伫遮哦？你写我啦。哎呦，无啦。啊！就安尼去，我你可唔知镜镜一个地生拢掠起来。哎呦，啊！你有去看医生无？哎呦，他坐地生去给医生看，嘛见笑死。哎呦，啊！若这哦，我有经验，而且我听讲吼，即卖阁有一种方法会用得用食，你会去问看卖咧啊？哦。加油啊，都好啊！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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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嘿，阿叔公吼，你嘛甲讲者，啊，你当下吼，即摆是搁做啥物代志，互你这样生气？哦，卖讲着伊，那讲着伊吼，几百岁搁夹起。哎呦，好啊啦，退拢爸啊，你吼唔通生气啊，咱哦心情啊放好轻松。若无吼，你迄血啊，若是搁欠悬哦，你着废气啊啦。我同你讲，唔正正。无大无小，甚物讲我迄个地方吼，要去买哦财团啦。哦，阮拄仔嘛咧讨论这个代志呢，啊，唔知对方出啥物介绍，甲阮买吼。无啦，甚物咧介绍，这都唔是钱的问题，你哪呢？草庐山这块土地是咱祖先啊留落来，对不对？哦。啊，祖先啊留落来物件，伫咱这代咱会使较袂掉的，对不？啊，对对对。哎呀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那安尼伊真正不好行。都对咩？嘿咩？嗯。哎，柯老板，我店面可能无闲，啊，我先来哈。啊，柯老板啊，啊，我嘛袂记，我袂无闲啦。好好好。柯老板，你吼，哎，记得去看医生哦。好好好。好，等下，我来啦。等下。在你大家欢喜的代志，是安怎？你要笑啊？阮阿公的土地嫌我无去啊，我要哪会笑出来？要唔过，我哪会一直感觉我想要笑啊？我想到张元美，因无抢到草庐山，即马巴肚闭啊，
我的心情就愈来愈好。总经理，你还是莫欢喜了伤早，凡事因为别块土地当选择啊。你即摆也无交本啊，有啥物资格跟我比啊？而且，我只要把长寿村的问题解决，压面就真大。这次因无抢到草罗山，你的功劳上大。老实讲，我嘛不是在跟你斗三讲，我只想要听阿公酒调上重要的物件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，所以现在咱两个站在同一边啊。我嘛无认为袁美跟瑞德是我的敌人啊，只有伤害我亲人的才是我的敌人。搁再讲，若不是总经理你去抢长寿村的土地，袁美伊嘛袂敢闹紧，当到阮草罗山来。我想要提醒你，只有做对的代志，才会有对的结果。不如我把长寿村让给温瑞德，我来抢草罗山，安尼敢是对的代志？你来想啊！我赶快来记这里。是啦，这我的特助就是爱有气魄。代志报告完啦，我先回办公室。小蛋姐，我有代志要交代你。什么代志？你去说服吴汉光做我的军师。我？没对。吴汉光以前伫天皇的时阵，就足疼惜你啊。即马佮住伫你的老家，佮你的交情应该袂歹。我认为，只要你去说服伊，伊绝对袂你这人情。汉光这边安怎做，是伊的自由，我嘛无得勉强伊啊。何阿姐，这是总经理交予你的工课，你敢来当接受？啊，若无你死头路啊！你真无简单，才来世界百货上班。你放弃啊，我是袂甲你阻挡。我唯一会当予你好处，就是我袂参像温瑞德共款去挡着你的草罗山。安怎？我会尽力啊，要过我唔敢保证汉光阿姐会答应我。等一下，我是谁啊？你们到底有生意要买啊无啦？快讲我知影，知影。太太，请问你有什么代志是无？肯定上个边啊哦，啊无带枪去害，害你受伤就真歹势啊！而且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电话内底不是讲足清楚啊？你竟然敢叫人来拍我？你这么到底是在逼什么人啊？我哪有可能叫人去甲恁拍啦？恁吼看起来是两排的人啦，也毋过吼事实上就是同一挂的啦。先叫人提钱来给阮，然后再佫派人逼阮卖土地，是嘛？即摆一边开到150,000，后悔啊遐！我甲你讲啦，我即摆吼一边就要开到200,000啦，啊无吼要卖唔太啦。200,000敢袂伤超过啊？而且你已经收我的钱了，现在算平衡发挥，讲无要卖，搁找借口来这乱。对啦，无要卖上大啦，安怎？恁爸袂瘾卖啊啦？行，来坐。小大姐，安怎？你想要哪样啊？元志，元志，元志，你受伤啊？我给提药。是的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真意想要买长寿村迄个地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叫人去乱的。既然你因为世界集团受到伤害，那呢所有伊的费，我拢会负责到底，安尼敢会用的？看起来你还阁真有诚意啦。好了，我得过你最后一摆机会哦，张总。
请你爱珍惜啊。元志，我敢叫你替我挡啊！你袂当受伤，因为丽文伊会艰苦。你怎尼关心丽文啊？丽文是我上介意的老师。那呢，你敢知影我要安怎做，丽文才会欢喜啊？丽文最要紧的人是我，你跟我斗三工，就是跟丽文斗三工。好，我跟你斗三工。元志大，对你话有啊？别乱，这是苦肉计。啊？啊？对我这回来。奇怪，啊，这哪拢是我内裤啊？我什么时阵换这一领内裤啊？这两个少年竟然偷穿我内裤啊！您的电话将转接到。唔敢接我的电话，李振东，你等下你就知死啊！喂？何志祥，啊，你来偷穿我内裤啊？喂喂，真正是误入贼窟了。来弟弟，阿姐，哎，奶奶，哎，创啥？恁三姐是要来拍麻将是毋是？啊，我是来拜托汉光阿姐的。嘿，啊，那受伤。长寿村的村民，因为阮公司甲因的合作无诚意，就走来乱，啊，才无说你去上了原子。谁该拍？吴先生，你哪会这么关心原子？你看到伊被拍，就未衰是要冲去现场找人报仇啊？到底谁要甲长寿村的人来乱啊？拢是阮瑞德害的。是超过伊叫人去长寿村乱，所以即马长寿村的村民亚尊讲，我甲温瑞就是共国的。阿姐，你嘛知影，阿公无可能卖伊迄块地，还阁偏偏草庐山是即马土地备案的地里的选择。总经理又答应我，讲不管安怎，伊拢袂去开迄块地，还阁唯一的条件是你愿意。替他想办法得到长寿村的土地。